其实我也不晓得我有飞蚊症。有一天我突然在外面的时候，抬起头来往天空看了一下，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。我的眼睛看出去就有三四十个黑点。然后我平常在看书报的时候，就是很吃力。那我也还没有去看医生，因为我总觉得医生给我药都是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类固醇，所以我都一直等着看找机会。一直到七月份的时候，那个蔡教授他告诉我有这个试霸这个产品，就我七月二十四号那天晚上就到公司去，就开始体验这个产品。说起来真的是有点夸张，我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这个三四十个黑点就剩下十几颗黑点，然后我就对这个产品非常的有信心。那时候我只是三三三这样吃，一天吃九颗，后来我就继续吃到大约有三个礼拜，我这飞蚊症就剩下两三颗的黑点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产品真的是很棒，我这我都。